爸，你可以借我20000块吗？你干嘛借20000？就我在上面认识一个女生，然后聊蛮久了，可是发现她好像有点可怜，就缺20000块。哦，她跟你要借20000，叫你会给她？对、啊。你有碰过她人吗？还没。哎呀，那爸爸跟你说，这都是诈骗。啊，不会吧？真的哦。网络交友要当心，不传私密照片，不轻易汇款，慎防网络交友骗局。